唐三，欢迎来到问天挑战。他就是存在了十万年以上的神，天。唐三，如果你直接挑战天，可能连一招都撑不住啊。不过，我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提升你的实力，就是需要你付出一点代价。什么代价？充钱，充得越多，你就越强。你的实力已经得到了大幅提升，去吧，加油！又来了只猴子。他也有控制技能，形成物体无法传到他周身的黑白领域。那么是这个，什么竟能想到用杀气突破我的神力。你是只聪明的猴子，但也仅限于此了。不过如此，连开三次无敌金身才扛了下来。你比我想的更有趣，还有什么能耐都使出来。第五魂技，白云霸王枪。这么快就过期了？你快点，天追过来了。没钱了，你别过来！共工之怒！骨雕，吴刚，是你？我跟你一样，也是要挑战天的人。你未完成的战斗，将由我来继续。